对，这个我好像许愿许了一辈子了，我觉得老天爷应该听得到。哇，太美了！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好辛苦啊！以前我们看到你都要说担心你，现在要说恭喜你啊！以前大家看到你都看脸，今天都看肚子啊！我看今天的状况非常纤细，非常瘦哎、哇塞，这应该没有什么异状啊哈，没有什么喜讯，不要再吓我们好不好？不会。OK， 不过还是要恭喜自己。我再确认一下，放松，好、真的很没有问题，好 OK。其实如果有也很棒，对我自己也会这样希望，可是暂时还没有。这个我好像许愿许了一辈子了，我觉得老天爷应该听得到。你男女生来谈，放开。可是你姐姐现在很幸福哦。大家都是吧，大家一起幸福。我觉得每一段关系应该都是要努力创造幸福，才能够拥有幸福。那婚姻也是吧，所以我会努力。他非常的正面，很积极，然后很阳光。那我觉得他也非常的善良。就是这半年，就觉得好像时间也到了吗？时间和空间的再次相遇。他怎么称呼的？保留给我的，我觉得都会。也会往这个方向，因为也太突然而美好的开始做了这个决定，所以还没有计划说下一步要住在哪里，觉得哪里是家就在哪里。他很喜欢台湾，都会，就是可能海外也会，然后包括日本啊、台湾都会，都会有家吧。爸爸妈妈也很满意他喽。谢谢。会减少工作量，我觉得会多放一些重心在包括家庭还有基金会。变成人妻的感觉怎么样？还在适应当中，现在觉得很美好。自己可能最大的变化是会多用一份心在另外一个人身上。什么样的老婆？什么样的老婆啊？无可取代的好老婆，无可取代的好老婆吧。